不加一滴油，一次吃个过瘾的双拼脆皮鸡，咬一口还会爆汁呢。小鸡腿加盐、白胡椒、牛奶浸泡一小时。我们先来做蒜香蜂蜜味，配比记得截图保存哦，混合均匀就可以啦。韩式风味的，直接加入打碎的燕麦就可以一起送进烤箱啦。这个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看书、追剧。我一般会先把厨房打扫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战场。每次捣鼓面粉，厨房都跟下雪似的。这是我双十一买的最值得的东西了，吸尘加自动拖地功能，不管是厨房的汤汤水水，还是宝宝吃一地的剩饭，都能一次搞定。关键是它可以自己洗拖布，直接放回基站，洗得白白净净的，整屋清洁花了不到10分钟。这会鸡腿也烤好了，满屋飘香，蒜香蜂蜜味就可以直接吃了。燕麦脆皮鸡直接裹上秘制酱汁，完全不输给外卖，一口一个，真的太幸福了。